我想谢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等我长大以后，等我有能力就会来回报你们。台湾给我很大的安全感，我想把这个安全感带到我们身边的人。台湾是有一点是最好，是对我们的新住民很好，他们会开很多的课免费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去参加，不用缴钱，还是不用什么费用什么的，我们就去上课，然后把自己变强。Thank you, Taiwan. It's been an amazing ride. I've enjoyed it so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. It's just a wonderful new home. 我很喜欢台湾这边土地，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很有趣的人，我也认识很多跟我一起成长的人。我是马来妹，我想要用娘惹糕让大家更认识马来西亚娘惹文化。Terima kasih。ยินดีต้อนรับทุกคนมาเรียนภาษาไทยด้วยกัน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当初我来最让我感动的是这里的文化的多元性，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可以让我潜心下来去完整一个教学体系，然后把我所有的经验去做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福地吧。我们一家人台湾新住立Kita satu keluarga, tenaga yang baru. Kami satu keluarga.